在《西行记》剧情中，孙悟空为了保护奇经被天界消灭了，那么孙悟空仅仅是失去了性命吗？事实上并不是这样，因为第十天对孙悟空的惩罚远远不止夺取性命这么简单。在南海竖着几十身至少百倍有法力的石柱，石柱束缚并侵蚀着悟空的石中魂。第十天的目的是让悟空的魂魄就此消亡殆尽，无法转世重生，因此把他的魂魄困在了南海中。这个惩罚是非常狠毒的，对于死者也不放过，灵魂得不到安息。当唐三藏得知悟空的石中魂在南海受了16年的苦，整个人变得异常愤怒，与南海龙王进行了激战。西行记中的唐三藏不再是只会打坐念经的和尚，而是有毅力有武力的破和尚，与龙王作战对方丝毫不占上风，这样的唐三藏也是很有魅力的。目前较有实力的天众大多是不知到第十天的真实意图，当天众知道之后未必会帮第十天，比如杀星观音和持国天。持国天是沙悟净的师父，把保护天界当作保护众生，才会忠心而卖力的培养人才保护天界。那么大家认为后面会不会有天众帮助他们一起对付第十天呢？